是球王两端的对决，来看的是世界网球球王 Novak Djokovic， 他在2023年巴黎大师赛直落二击败了保加利亚好手 Grigor Dimitrov， 个人第七度在这场赛事封王，生涯累积40座的大师赛金杯，更是史上第一人。乔帅以6-4、6-3直落两盘赢球，整场比赛没有面临任何一个破发点，在世界排名的积分上领先第二名1490分，非常有机会生涯第八度以世界球王之姿结束年度赛季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